我非常感激我妹妹，我一路走来都是我妹妹陪我，哦，照顾我，找医生，哦，哦，我非常的感谢她，我现在非常的依赖她，非常的依赖她，所以我妹妹对我的照顾，我终身的感谢，哈，啊，这一次我们找到王院长，我很庆幸的。改变我的睡眠、哦，我现在渐渐的在自我疗愈了哈，还有那个清凉那个机器哈，我认真的在做，哦，每天都是六个钟头，啊，我感觉到精神比较好，哦，那时候听到说我肿瘤复发，我眼睛哦像那个死眼睛哦都没有精神，都没有精神。吓坏了，哦，都烂掉了，我们在被安装哈，这样子。40年的安眠药，哦，没有吃就不行了。啊，后来呢，连吃安眠药也睡不好。也睡不好。也睡不好哦，哦，非常可怜了，哦。现在哈，哦，用那个清氧气哈，哦，我也安眠药也在吃了，我还没有断，还没断呢，啊，我现在睡眠比较好，哦，我真的很高兴了，啊，哈。还有呢，我常常感冒，这个喉咙哦常常感冒，还有鼻窦炎哦，鼻窦炎也好了，啊，就说肝脏不好哈，哦，常常体温都很高，都很高。现在吃那个，退烫欸，现在吃吸那个清凉哈，哦，体温都比较降了，嗯，比较降了。我很高兴，我对王院长很有信心。我全部的希望都放在王院长这边，不然我都想要挂了，想要不治疗了。